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肖顾问。今天10月28号了，阳光明媚的一天。这一颗叫人鱼女王，这颗人鱼女王在我这里即将要2年了。它从一颗三头的，现在变成了这一颗群生的多头的人鱼女王了。给你们看一张，在2021年12月15号收到它的时候，进行了八枯叶修根药浴，然后我种下以后的一张照片。当时只有集体照啊，现在你们看到的第二排就是人鱼女王了。第一排是桃须女王，第二排是人鱼女王。当初收到的时候是三头的，现在你们看这么多头了。今天呢，我想准备给它换一个豪宅。当时收到的时候就一直种在这个小摆放里面。在换豪宅的时候，我想把这个头给弄下来单独扦插吧。有几个小伙伴特别喜欢我的人鱼女王，然后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尝试叶插和扦插，这一次呢我准备尝试一下扦插吧。然后叶插我等会儿也扒一点叶片下来，看它能否叶插成功。我们现在给它脱土。哇，这下面的这个枯叶，我可以跟小伙伴们说，将近2年了，我还没给它撸过枯叶呢，实在是有点难为情啊。哇，这个根系长得还是不错啊，当初用的是麦番石垫的底叶。哇，这个根系长得还是很好的，看，几乎都没有什么土壤了，全都是它的根了。然后你们看这些，当时我用的是鹿沼土铺的面吧。这个鹿沼土，他们都说特别容易碎，确实是容易碎，都有点板结了。哇，这个脱土还是个力气活。2年不到的人鱼女王，这个根系我还是很满意的。其实按理说，确实也应该给他们重新换盆换土了，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盆。你们看到我那颗边蟹女王没有？就是有一颗爆头特别厉害的边蟹女王，换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盆里面，居然也把那个盆给长满了。我发现这些女王啊，真的爆头特别厉害啊，女王麦秆，爆头都特别的厉害。哇，小伙伴们看，这一颗小蜜渣，到时候把它种在泡沫箱里面吧，没准成功了呢。这真是个鼻屎苗。这里有好多那个，你看土长的，因为盆太小了，它的那个小芽长的那个小车枝，在盆里面长不出来。这下面全是枯叶，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我还挺愧疚的。其实啊，为啥呢？不是他们种下以后，后来不是就掉色了吗？掉色了以后我就觉得好丑呀，就没怎么管他们。哎，没想到它自生自灭的，还爆了这么多头出来，然后现在这个颜值也还是可以的啊，这么漂亮，红彤彤的。哎呦，该说不说的，这个镜头里面看的这个人鱼女王还真是好看呢。曾经三个头，现在变成了多少个头啊？十多个头了吧。我觉得可能都会散开，你们说会吗？散开其实也挺好的，我就散开着种，还可以分享一些给小伙伴们。可能我对群生的多肉并不是很迷恋。然后你们看这个小头好可怜啊，在这里夹缝中求生存啊，真的是。然后这一颗直接可以不要了。
这个小头我都不要了，这个的话我把它拿来放到泡沫箱里面种着吧，看能否长大一点会漂亮一些。哇，这一堆不要了，没有任何营养了，可以丢了。来，我们再来给它扒扒枯叶。它这个连接点究竟是个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有意的呀，这个干脆也分开吧，这个也分开吧，这个双头的不分了，这个可以分开啊，这个可以单独重新扦插。这颗人鱼女王心里面想，主人啊，好久不待见我，这一待见你就搞得我支离破碎的。怎么啦怎么啦，我这不是让你有更好的。哎呀妈呀，你看这个也不小心给揪下来了，这些小头真的好可惜啊，都揪下来吧，种在泡沫箱里面。哇，这个装置小伙伴们看啊，这一颗还挺好看的，这一颗也还不错，这两个头就让它在这妈妈身上吧。这下好了，给人家分成这么多颗，我也是服我自己了。这一颗好漂亮啊，这颗双头的，这颗双头的我要把它种在小白方里面。天哪，这个根哦，小伙伴们，我把这一颗多头的人鱼女王拿出来以后，你们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吧，给人家搞成了这么多颗，你们是不是在为他抱不平，在为这颗人鱼女王抱不平啊。这颗还可以把这个杆子，还可以再把这个杆子剪短一点，也会好种。哇，这颗双头的还挺好看的，然后这是一颗单头的，这是一颗单头带两个小头，也挺好看。这都得种在小白方里面，这一颗怎么摇摇欲坠的呀，这按道理说这颗，哎呦，连接的也太薄弱了，小伙伴们，我只是轻轻的一碰它就下来了，真不能怪我。哎呀妈呀，既然那个丸子头那边都下来了，你也下来吧，啊，你也下来，咱种小白方里面啊，独立的有一个小房间多好呀，扒一点叶片下来，叶插啊，看能否成功。其实这些叶片都扒成功了，但是感觉叶片好软啊。哎呀，居然没成功。哎，这片成功了，这片成功了。我觉得这一颗人鱼女王真的心里面想，不仅让我支离破碎，还来扒我的叶片，哎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真好看。好了好了，不扒你了。小伙伴们看，现在我就把它分成了这么几颗，然后扒了一点叶片下来，下面我们就把它们种下吧。小伙伴们看，土我就已经配好了，大概是60%的颗粒，40%的泥炭吧。盆我也准备好了，
准备了两个这样的盆，希望人鱼女王不要嫌弃二手房啊，有二手房住已经不错了。来吧，小白药、控湿肥、小粉药，来把这一颗种进去，我看它这个有花的吧，哎，对，就种这样种上就可以了，稍微种高一点。好，等会儿我们铺上那个麦饭石就好看了。你看，扒了一点你的叶片，这不让你种好，住在豪宅里面，多漂亮的豪宅呀！你再多生点崽崽吧啊！人鱼女王，乖乖的，漂亮，好看啊！这个盆种这个肉肉，铺面石就已经铺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来给它们浇定根水喽，顺便清理一下这个麦饭石，这个麦饭石上面好多粉尘啊。小伙伴们看，种下以后颜值挺高的了吧，现在变成了七颗，这几颗这四颗长大了以后到时候拿来做粉丝福利，你们好好的茁壮的成长吧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的。好啦小伙伴们，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拜拜。